会翻转我们的国家，翻转老百姓，因为它是一个爱，它是因为爱而出发点，捍卫主权、生命法案、居住正义、杜绝仇庸、和平经济、非美加元。这六大诉求不是空泛的口号，乃是我们真实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们在这块的土地上生活，我们需要。 一个真正能够为百姓谋求福利的政府哈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《梅花》，声音还没有出来哦。哎，今天国父诞辰154年哈。 我们纪念传承国父那样子爱国的精神，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，如今我们站在这里不需要再抛头颅洒热血，好，没有声音了。好，很多时候都是要等一下的，我们很期待国家赶快翻转。 改变，但是是需要等一下的。我们现在鼓队要到我们给他掌声欢送一下他们要到法院，我们的司法改革非常非常的可怕。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警察同仁通通到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警察同仁现在在法院抗议我们都知道太阳花太不是东西了，那我们的年轻人太可怕，所以说法院判他们什么？我们还要国赔，我们凭什么要我们赔他们呢？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鼓队去支持我们的警察同仁我们的退休警察同仁，我们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 加油一下，好，谢谢。我们也非常谢谢所有的警察同仁，他们是代表公权力。我们用我们的号角声，用我们的掌声也用我们的祷告来为他们来祝福好吗？如果你是。